陆总到了都。把空调关一下，有点热。没开空调啊？那怎么这么热啊？热吗？那要不你……哎，算了，几点了？总宇航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，每回都迟到。都几点了，总迟到啊！我差点来的呀。孙总，您先坐，那个石总有点事儿，他一会儿就过来了。你们要喝点什么？苏打，谢谢。好，跟他一样。柠檬，给你们陆总来一个最爱喝的咖啡。不用了，我就喝苏打水。好，那你们稍坐一会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？什么机会？总有什么大赏的呀？柠檬泡的咖啡呀、啊！你说盼星星盼月亮就盼这一口吗？你杨小杨的烧口水还没喝够啊？我今天胃不太舒服，喝不了咖啡。这次禁调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，在速度焦虑还有换代焦虑的同时，我们其实错过了很多东西。我们在被大家都忽略掉的《凤凰同行》这个期刊上，找到了他们企业真正的价值。其实不管技术如何更新和改变，人终究是最宝贵的财富。陆总，说实话，刚听到您不投的时候，我还挺惊讶的。毕竟凤凰各方面数据都挺好的。但听完汇报以后，我不得不佩服您的判断。石总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还有柠檬。柠檬，你成长很快啊，是不是这次跟陆总进调学了不少啊？石总，柠檬为了这个项目可是拼尽了全力啊，那重感冒都是硬挺过去了。当然，幸亏有陆总在。多亏陆总的照顾啊，柠檬，好好谢谢陆总啊。嗯，谢谢陆总。